第十三个问题说，在位王者临终助念就火化时，非常清楚地观想阿弥陀佛戒淫的戒淫及莲花像，请问王者是否能往生？这个助念是给王者的一种增上缘，有没有效果呢？要他能不能跟进啊，他要很乐意接受你的引导，那他就会有成就啊。如果临命终时还留恋着世界，还留恋着亲情，他就去不了啊。但是助念的人是我们诚心诚意敬人事啊，这个就是正确的啊。所以一定是双方合作啊，我帮助你，你也肯接受啊，就能产生效果。